8月24日，徐开骋被爆出轨后，徐开骋的小号被扒了出来。有网友发现，娜扎和徐开骋拍戏期间就经常暧昧，而且男方用小号多次点赞过女方的动态，让两人相恋一事再添实锤。众所周知，徐开骋与张天爱已经相恋了将近3年，并且没有传出过分手的消息。从徐开骋小号的动态来看，今年6月他还在点赞张天爱的动态，直到8月，徐开骋把有关张天爱的动态全部删除了，目前只剩下关于娜扎的内容。随后，有网友发现徐开骋或许是心虚，立马注销了该账号，这不就印证了大家的猜测了吗？紧接着，徐开骋妈妈的账号也被翻了出来，她的动态则更加证实了儿子的恋情。徐开骋似乎将他和张天爱、古力娜扎的恋情都告诉了妈妈。一开始，徐妈妈都是徐开骋和张天爱的相关动态，从8月份开始，徐妈妈就疯狂点赞古力娜扎的动态，而且数量惊人。由此可见，妈妈对于儿子的恋情了如指掌。如今，徐开骋深陷出轨风波，而娜扎也被指责知三当三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